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世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，阿伯来重庆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批判新闻。这个大姑娘。虎头鸟鼠尾，哦，那么买茶好个啦，好个就是前台北市长何良斌，这是中国时报台北报道吼、哦。那么台北市长郭文铁上任了后，宣誓彻查五大案，本来是讲五大弊啊。弊案啊，但即马变五大案。那么五大案即马结果相关的这个案件，甲今日又原无一个结案。其中台北市政府火力集中免客的这个大姑娘案，尽管讲台北市廉政委员会。伊伫讲大姑娘小组伫诶本月初宣称将进一步彻查何市府诶即个弊端，但是甲昨小组诶即个成员袁秀富却表示咧，
目前该小组已经算完成阶段性的这个任务了，所以无规划要搁再进入下阶段的这个调查啦。因为安怎讲，我都调查袂落啊，啊调查袂落啊，搁较调查嘛是安尼生。但是由于连委会确实曾经明确的这个宣示啊，在这个调查完进前，台北市长啊前，台北市长马英九前，财政局长李树德了后，将锁定何良斌继续要来追查啦。如今为安怎脚步奈停落来啦？根据的孙阿娘，这个王秀富回忆底讲啊，小组并无讲要解散，伊也是安怎？但是因为大哥两案是伫个侦讯过程当中，疑虑比较的较大，因此在查完马市府的时阵、的时代，的这个问题了后，就无阁讲有下一个阶段的这个调查啦。唔是干那安尼哦。那么连委会伫个本月初曾经做出大巨人第一阶段调查报告，建议台北市政府将马英九、李树德移送法务部啊来调查，但是专案交台北市政风处的了后，处长刘明武认为讲，报告减了当事人的这个说明啊，缺乏停尸证据，因此目前该报告犹原藏伫个警方处的啦。对这个刘明武伫个日前有表示啥？伊讲的时阵，警方处会邀请李树德伫个本月底进前啊来说明，最后结果就会送人证书，念证书的，念证书啦，平安啊来处理。但是台北市警方处的这个主笔啊，那么林慧琴长表示的，在即甲长的位置啦，还阁无收到李树德表达任何的这个信息。那么连理，然而啦吼，然而连理，依据连委会作业的这个规定呢，专案小组应该在成立两个月内提出调查报告，超过三个月无完成，应提报大会，限期啊来结案，或者是讲该派其他的这个人啊来调查。那么，第五大专案小组伫个一个月，伫个正月29日就已经成立啊，甲今日却还无任何一个案件啊来结案，明显超过期限啊啦，甚至连台北市府的这个心力上界深的大巨人的这个调查，也确定停止动作。
消息一个传出来，引发到外界在讲讲啊，这市政府哦，这个瓜政府的啊，变瓜政府，瓜市政府就对了啦，啊，那么虎头鸟鼠尾。那么诶，这种诶，这个质疑啊，那么郭文铁长就表示咧，伊后来有发觉讲诶，是哪呢？当时确实有规定，主导查案诶，这个北市廉政委员会应该伫诶两个月内面都要结案啊，上届做三个月，因此伊长。伊要求副市长丁家基针对啊无依规定结案的这个案，那么较紧甲创甲创出来就对了，吼、哦，赶快弄啊！那么伊自我。根据了解啦，有鉴于部分廉委有意选这个立委，或者是讲立主持副小内阁，因此持副将修改廉委会设置的这个要点，那你？连委的退场的这个机制，对这个刘明武证实这个代志，强调，因为陆续有副外委员要参选，或者是讲成为市府的这个团队一员，是不是讲适合，搁再担任？这个廉委，或者是讲，是不是讲，会当公正执行的这个立场，拢容易受到这个质疑啊。因此，政风处将征收设置的这个要点内容，设定改评委员的这个条件。有计上届紧两礼拜就会当提到这个市政会议啊来讨论，那么通过了后，就即时会当实施安尼啦。有关这个问题，阿宏就讲到这结束，就是大姑娘啦，哦，虎头鸟鼠尾。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一位同这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来听一首《快乐的马车》，共同欣赏。再见，拜拜。跑过山峦，暗流的芬芳味，春风吹散叹春天，天都有我人生难逢快乐时，应该花费青春期，我就有你。无论到海角，也是到天边，马车跑过海边，
彩天风打满天，夜色海风含水气，牵着新鲜味。青春难逢我破时，双人合作唱歌时，有我就有你，有你心欢喜。无论到海角，也是到天边。车跑过过市，云霞铃声响四边，风南烈如何情意，两家好情绪。人生叹着青春期，难快乐但好事。心欢喜。